是 S34电门者周诗雨。谢谢大家。很感谢大家给我们投出了《My Boy》这首歌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高位曲的舞台，所以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继续去努力的。今年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让我们俩的关系更加亲密了，也要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，请大家一起期待我们成长吧，我们也会好好守护住我们彼此的这段缘分。然后呢，我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，成为更厉害的人。谢谢大家。可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慢慢改进，然后我们会一起加油走向更好的地方。今年呢，对我们来说是不同的一年，很惊奇也很奇妙，谢谢你们。